他们说我禁魔师夫，我说我浑身是胆。我就在这看着吧，你就在这看着，我就在这看着，完事儿了呗。多大点事儿呢？我看那皇冠更改不改？那皇冠，皇冠没改，那就拿下。被所有人仰望的感觉不容易。谢谢蓝炼汉粉丝的一个又一个飞机。这个柱儿咋这么不得劲儿呢？这个柱儿。你说这机器人连个皮肤都没有，你玩个屁机器人，你像个精神病似的，这怎么这么不得劲儿呢？这不好意思，现在是哪一任？二级我们学个啥呢？这就是皮肤，我说太空律动的皮肤。我飞，你等我删的啊。好吧，三级跟卡莎对撸应该没啥太大问题。飞！来，嘲讽住 Q 砸点盐，撤，没事，换就换，问题不大。马上我们升啊！他俩居然想秒我，我飞！我没想到啊！你加血了吗？你加血了啊？加血其实我觉得没必要按呢。他机器人有点憨，我发现，憨憨的。给我嘲讽住，飞砸！没事，闪现，好走呗，插眼儿，别急，来顶起来，重锤，平 A， 别急，啊，我有嘲讽，回来飞砸，来是。我不知道为什么生命。刚才这一波啊，我们的眼儿插的非常的重要，没有想到我这么长时间没玩，还是依据的非常的厉害啊！还是这么的猛，漂亮，飞！我知道这世界不公平，我也不想这么抢眼。飞！我撤了，走，回家了。咕咕咕咕咕咕咕，回家了。先来个这个。我看见过太多，哎，这玩起来很不得劲儿啊！这玩意儿那是20法强，10技能极速，法力值。算了，还来这个，来这个，幼一点，容易不死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麻烦来个人把我脑袋里的鸽子轰走。卢仙刚才的走位不错，其实下路还是可以干啊。那蜘蛛我觉得可以快点来。也不能小看我，
起立！嘲讽住旋风砸，先杀 ADC 就选你砸。哎，不知怎么的，我总是成为混战的中心。哇，这奴仙！先插个针眼儿啊！走！我喜欢诅咒，听上去就像雷鸣。你先把那屎吃了。小龙咱就不要了啊，这口屎谁吃啊？我可以。嘿，起立，重锤旋风，好勾。哎，这个起立怎么能没起来呢？很怪呀、啊！终于有不同的景色了。杀不杀？嘲讽住起立，点燃旋风。嗯？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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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变成鸡腿了。哎呀，不应该呀，我身上有那个魔法盾啊，怎么回事呢？我身上的魔法盾还不足以让他，还不足以抵挡住他一个 W 的技能吗？开大爷，我一开始以为那塔没砸我呢，我不知道防御塔砸我，你知道吧？最好的防守怎么砸我了？我也不知道，给我下当了吗？没事，那才300块钱，没多钱。现在就是剑尖比较猛呗，多大点事儿？我上了啊！我存在是为了阻止魔法。起立，重锤呀！漂亮，起立，嘲讽住旋风。哎呦我，啊，展翅的感觉真好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有关系。虽然有点笨逼了，刚才这一波啊。有一次我和一间房子战斗，我记得是我赢了。旋风。咋死的？为什么不早说你要死了呢？你早说你要死了，我是不是给你大了？也不早说。那凯也应该没地方来呀，他应该没地方来。旋风，我不能回到底座上，还没完呢。我感觉他俩要往里插眼了，这个位置俺们等一下啊。都是我的。啊，世界转瞬即都是谁的？差一内内呀，兄弟，刚好差一内内。我需要等个余震。
Wow. 中路还是挺猛的啊、哦。卢仙可以，卢仙可以，卢仙确实还行。这把的队友确实还都比较的不错啊。我觉得我可以去帮一波山羊。咕叽！抓到你了！重锤！我要补个车。让我撤呀！行，抠搜那样吧，简直是抠搜！再见，走位。旋风致命点燃起立重锤嘲讽住平 A 再见旋风闪现下一个快点的真菜呀这老山羊的人类一溜了家里要50年来个这个，没有说明书，我觉得行。我轻易打不坏。Dominating。我们可以来个板儿甲，石像鬼，沙漏，决定了。板儿甲，石像鬼，沙漏。获得生命不是我的选择，但我非常高兴有这样的结果。让我补个兵可以吧咱们先把这中路兵都给他收了啊然后插个眼儿哎，这卡萨丁，跟我俩搁那男女搭配干活不累，是不是？几个人我看看来，这不给我追着啊？这不给我追着？旋风。这不追一手，刚才可以追一手，其实。虽然说他看上去啊，可能是有点勉强。旋风，完了，撞墙了，我靠！睡觉，起床，大翻天。都啥呢？创造我的家伙，他手艺不赖，是吧？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啊，薛飞有点小狼，知道吧？薛飞是有点小狼，这个位置他并不好。谁死了？谁想要被保护？出门儿。我要走了，
300度的东西，你来搬搬看。回来！把峡谷先锋打了，打完我们推中，节奏快点。这咖喱奥玩的没意思，这咖喱奥。而且我这，哎呀，我感觉我这直播状态不太好，就感觉哪里怪怪的。真的是有点怪。一旦有了灵魂，你俩这怎么所有的技能全空了？反正人少，反正人多人少没有什么关系。来跑快快，把嘲讽住，起立，降落，走。我咋了？我说停停，旋风。啊，不敢动，没事。但我不一定就是铁石，这里都有眼儿啊。他们没技能了，卢仙应该是死不了。小龙打了吧，这有点没什么压力呀、啊，有点全线崩盘呢、啊，这对面。我都不知道我有尾巴。你是刚回来玩游戏？对呀、啊，我这刚来一把。谁的闪现？那卢仙把加血用了打小龙，行吧。好创，没创到。旋风，起立，重锤，顶。旋风致命点炎，跑快快，闪现，走。呀，我跑快快咋没用出来呢？那人干啥呢？钻谁身上？那怎么往人山羊上面钻？这人可能喜欢吃羊，不喜欢吃鸡儿。啊，这人比较喜欢吃羊肉，鸡肉他不太喜欢吃。起飞了！